我们放假是不是看这次啊？对，不是什么狗也会，这是蜡笔小新很喜欢的东西来的。对，好啊，又有职业。阿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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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今天我们做我们相信你看不了题时到了，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马上要天黑了，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召唤我们的嘉宾，开 K 歌，兴奋极致。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就来 design 一个属于我们的衣服。我们先 design 拍 content， 然后好玩。但是如果观众看了他们喜欢的话，因为我真的有朋友是专门做 design 设计衣服，我叫设计把那个弄画美一点，然后印成正式的、关联性好的 T 恤。叫我多了，叫我们现在就叫设计好啊，做我还做这个。喂，有道理。来，如果你是我爸爸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先点个赞，要打个赞。可是我不会画画，可是通常那种艺术的东西都是不用很多，都是别人。你看周杰伦。但是我们知道设计一点，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一些 logo 啊。我们做东西没有意义的，就是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。我在你那个衣服那边写那个筹款的号码。没有，那我们他选过另一个。我以为还要写上次那个历史古代文字。哎，讲到这个历史，上次抽到奖那个，到最后没有人联络我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这一次再重新抽啊，就在这个下面抽，重新选一个啦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设计我们 logo， 所以先用这个。不过讲回来哦，那个礼物其实里面还蛮多钱的，因为还有送，还有送那个全新的那个香皂蜡烛，而且里面你让我送完你们过后，我家就抽抽了。哇 ，OK， 我们先画在纸先，大概拟真一下我们要什么样的 logo， 有一个概念。然后这些就是专门拿来 color painting 在衣服上面的东西，很重本应该你拍 content。这个这样子，然后衣服就是这个完全 blend T 白到完的。你是不是巴塞马拉？哇，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？这个 Uniqlo 的 ，Uniqlo 是选 M 还是选 M？哇，对的嘞。OK， 就这样子啊。可是因为 T 恤有限，所以我们先在这里 design 我们要怎样的。那是我们全部人画在头上纸啊。没有，我们可以一人一个自己 design 啊。所以我们这 design 是我们四个人融合在一个。对，参考一点名牌的东西喽。完全可以。如果还要投票，哪一个可以进？因为有些可能太丑了，不要全部拿。就比如我画一只猪，不可能给它放进去的嘛。就可以。啊，对，可不可以自画像？对，我们就是哦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这就是你的自画像。没有，我们就画，我们投票看哪个进去。OK， 来，正式开始。把它已经设计完了。喂，这什么鬼？喂。你们猜猜是什么？还没画完。然后条件讲他也是画完。我画了，你们看得懂这个艺术吗？这是我的艺术，这是我的签名。这你在的整个概念很好，可是有点肮脏，这里有弄肮脏。你才肮脏，你最肮脏。OK， 你们可以大概讲一下要怎样理这样。你问我们那我们都不会。用我们的名字，用其实我十个人名里面有一个团体名字很难。我们叫 Room 43。大三角。大三角，怎么来的？荣国新山大三角，永远不会忘记你是大三角。我北海那位，我北海，北海啊，北就大三角呗，不是？几个？你这是懒人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哦 no， 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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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懒人，可怜，以后会流行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什么毛毛虫？你看不懂，看不懂了啦，艺术。认识啊，你们很无奈。对。这个是。哎，你们没有解释的。你看 ，D A D D 可以变成眼睛吗 ？D W。哎呀 ，Q。啊，错在这里。哦，也是这样子哎。喂。做你个大大美女啊！牛。解释一下，我画全部都是有点暗示的东西，暗示看得懂就看得懂，看不懂看不懂。我对这一点很有意见，灵魂来的这一点，一定要有啊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会流行哎，你画很好看，感觉有艺术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的都会红，是可以。真的嘞，真的嘞。你看这个是我超喜欢哈密的那个花，那个是Chanel。
few moments later，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是决定用这个给你们看，这个，看到吗？看到啊，这个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正式。你有多大？你大概看嘉乐那边。这里吗？大概看嘉乐那边。那边啊，很小个，这样小小个，这样子吧。啊，就这样短。这样短，直接。没有，你一直手压这边就可以了。OK。我再丢回去先了，认真在记住我的那些吗？真的。OK， 现在我们进入上色环节，来。上色。上色。对啊。这个你们懂什么吗？黄标的黄。对。啊，对啊。这个是什么吗？红标的红。这个是什么？绿帽的绿。绿光在哪里？嘿嘿。直接导出来，因为。我想象不到我大唱是会这个很轻哎，这个轻，要加白，对，神来第一笔哦。对啊，现在嘞，可以，来啊，小心，看见什么感觉？会容易涂吗？不容易，很难啊。很难呢，它的因为你的毛的那个关系啊。我的毛怎么？你的毛很散。哎，不容易耶。不容易。六。OK， 因为我觉得这个绿有点太深，我掺一点点白，给这样子拿这个绿掺一点这个白。它就是浅绿啊，浅绿色。我专业的，不知道我随便的嘞，我们是哎，我要卖的这衣服，真的嘞。我们发家致富就看这次哦，真的要卖了。哎，我们认真，我们要去台湾，我们认真要卖哎。我们有脚的青色，真的吗？有点绿帽感觉，因为我想不到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涂。那个菊花可以，你涂上去那个牛啊呗，那个绿色就变绿牛。喂，绿牛哎，只有我懂你在讲什么哎。哇，好看嘞。你没有听过那首歌吗？我一个东西很正式的想要问阿错，你今天拍这个 content 啊，你有想到我们画到会这样好看还是没有？你这个已经高出你的预料了，超出我预料。如果我预料是20分，那就差不多2000分。OK， 我们近距离欣赏一下，来 go let's go， 看我们是有认真画的。OK， 我也在那边调色调了一大堆耶，这个我可以做梦哎，一路在讨论也放在小里。我们就自己来麦，没有点事。哦，这个没有事啊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第一就是代表 Dylan 跟 Daniel， 然后四代表我们四个喽，然后 X 都啊错喽错，然后 W 是 Wilfred， 所以这个是 D4XW。然后你看到有含义的哦 ，W 这么特别粗、特别长，你打把三六粗一些。不是，是我是阿错给我，我是 W， 我要采用这个。哎，阿错，哎，错了，哎，让他讲话喂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。哇，哎，我很满意耶，很满意，好棒，哇，很好看哦。OK， 我们来近距离解释一下，来答。OK， 这个是其实也不会讲它是大象，它是一个艺术。有些人看是女巫哎，因为它有这个女巫印记。有些人看这个身体哦，又很像长颈鹿。我想问，这里这个是蜡笔小新很喜欢的东西哎。然后上面这个主要看一下，这一 set 的、啊，这一 set 的，哈、啊，就这样一 set。你这样看哦，单单不要看身体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就懂这种东西啊。屁股。不要看身体，我不会给它一个定义是什么。哦，艺术是没有的定义啊，定义不到。有点你逼到我偷偷跟你讲这种了。OK， 不是不是，等你们买啊，我们在路上穿到衣服，我们这里。啊！就是一线的，是不是？是一线的嘛？不是最近很流行这种可爱可爱，哪里可爱？就是哪里才是最可爱的？最可爱的现在很流行用黄色来弄成可爱 Q 的东西，是哟。可是这个不是黄色啊，这不是粉色啊。这有黄色吗？哪个色吧？我不明白，这个在我心里是黄色。哦，我本来想加多一条东西在那边，一条线在。对，不可以。后面给我加，谁就没有办法，就变成线。
OK， 来到九戒解释一下他的艺术。我单纯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。哎、欸，因为九戒的一整 set 很美耶。啊，这里，我必须要把这个发扬光大。如果你们要 support 我的衣服，我接下来会一直出这样的产出。对你这件先 support 件，对，然后我们卖好了，我们出很多个系列，其中一个系列是这种。图案是接下来的作品啊，哎，好看耶，真的。为什么我会把它涂成五颜六色在那个，就是这个眼睛上面？因为他已经觉得很伤心、很恐怖啊，所以我要给他的眼睛添加一点颜色。啊对，充满颜色。OK， 这个是我画的，然后这个、哦、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也是我们四个加起来是哦牛嘛，就是大牛、哦啊，然后 D D W 看是吗 ？D D W 啊，这明明就是懒。你们中间开始叫 D， 你们中间开始叫 D D 懒，一定懒，觉得懒。接下来我们要比懒，是吧？懒，呀！阿错是很多菜，算了，阿错，这个就是我底在的概念。呀！我喜欢这个配色，所以如果底在出来印出来，也要大概这样的颜色。对对对，要不然这个颜色很好看的，这是不错。我的就是很简单啊，就是你们看到一个。差不多，我也不含电视机还是不够蓝。OK， 简单来讲就是 D D W， 然后黄色跟这个角是我等跟阿臭一起 cover 他们。完全没有我们都在为你们着想吗？你看我这不是 W 哎，哇，硬耶，硬耶这个，然后这个是 D D 是吧 ？D D 是吧 ？D D 哦 ，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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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是这个的 ，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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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， 哎，可以。耶！谢谢收看阿作频道节目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！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小铃铛。OK， 这一部呢，我会认真去找我一个专门做衣服的designer的朋友，然后给他印成一个正式的衣服。对，布我一定要找最好的 quality， 然后 cutting 那些全部是潮牌最好 quality 印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比绝对是比外面便宜一点点的价格。对对对，啊，性价比很好了。对 ，OK， 我们是期待他做出来的时候的 pattern 呢。我们今天放在 Instagram 上。对，放 Instagram。真的真的，我们可以拍一张吗？放 Instagram。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啊。I follow you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变得说你好。啊，左冰刀。这是中国好剪不是？这是我们的钱呢。我下次一个12000就可以了，小事啊。人民币。也是蛮多一下，蛮多一下，蛮多一下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